是觉得这种风格的那种会让我觉得会比较强烈的那个味道，不要说听起来不像三 D 歌那样，我就不喜欢那种感觉。比较喜欢记忆中那个啦。对，那一听哇，这个就对了，这样子。对，听众的感受就是听了以后，心里会觉得温温的，这样很温暖的感觉，这样子。然后你听了一遍又再一遍，这样子，不会说时代变了，哎，这种调调的歌不见了，这样子。哎呀，顺德努瓦尔。当然，有些歌，有些人还是会有听过，但是他很多创作其实就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没有记录下来，你没有去传递，你没有去散布，其实不会有太多人去知道。有时候是要让他去感受跟去接受他习惯以外的东西，不然他可能很有可能就是会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框框里面，不会去突破。对，那我有点逼他的意思，就是逼着他去做一些他可能平常不会想要去做的事情，对，甚至他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但是你说我不多的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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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